妈的，我真的绷不住了！我操，他们更新以后，你看有什么 bug 啊？Appearance loadout 干嘛？根本切不过来，看吧，你切不过来，知道吗？你必须要点一下这个preset，切不过来。还有啊，我这已经切 loadout 了啊，你看 loadout，就你根本我就。哎，我完全不明白，就是他们真的就自己东西做完了都不测试一下吗？就不去游戏里面玩两把是吗？就这，对吧？你明明是 loadout，下面是你的这个 appearance，就这啊，really？这就是他们的 quality 是吗？啊？